Hello， 面草我是弟媳。今天看我这样盛装打扮，我被你 gay 婚啊？不是，我今天来参加我们的金客奖。我其实也是第一次参加这个奖项跟典礼，蛮新鲜的。加上之前都是跟工作室一起出去参加典礼啊活动，这次是我自己一个，所以玉玺有点小怕生，有点害怕。不过今天我有入围那个最佳最。干嘛？希望我可以就是得奖啦，我又不敢奢望，又很想，你们知道这种心情吗？很痒哎，就是可不可以帮我抓一下？大概心在这边，要帮我抓一下。好啦，我们就期待今天一整天的活动典礼这样子。好 ，Go Go！ 我们现在要来拍的是慢动作，然后他们这次分成慢动作、沙龙到快问快答，然后他们其实有一直很用心的提醒我们说。要记得想动作哦，这是我。我其实没有想动作，但我蛮期待快问快答的，就是完全不知道会被问什么，应该变成快问慢答，我回答超慢。好，那我们就来拍慢动作吧。开场嘉宾，我以为是最佳音乐奖。这样出兵的时候可以直接唱 Let It Go。期待我之后有机会可以跟阿盛合作，耶！一般。Hello。我问你哦，你等下慢动作要做什么？你有没有什么建议？先蹲下，静静蹲，超臭。然后一起来之后，这个打开，说是机会，反而起来，然后打开的时候，我不会被告吧？撅起来，这样子。对，然后起来。哎，谁叫你用跳的？不是用跳的，你要这样子起来，慢慢起来，对，这样子打开，慢慢起来，对啊，三十年有天分吧？有谁因此而开心？有谁因此看到这画面感到开心？哇，我很开心啊，我看得很开心。Jenny， Hello， 我以为在这里不会看到熟面孔。哎，你今天有什么机关吗？我今天。你是期待我？对啊，下面会喷水？哦，没有啦，开玩笑。吓到我？我没有吓到，哎，我被吓到。我是经营特殊装的李骂，今天入围的是什么奖项？我今年入围变装，然后跟怪美奖。那你觉得你有机会吗？哪一个最有机会？阿凡达。太厉害，太厉害！期待你会得奖，会得奖，真的，一起得奖。Yeah！紧张吗？今天我觉得比较紧张的是，其实蛮多人我不认识的。这是池里吗？早安，好久不见。今天是有入围什么吗？没有，今天没入围。哈？为什么？还是你没有投？我有投，但没入围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我也不好说为什么。我觉得好像是今年开放太多平台，我觉得可能太多优秀的创作者来了，然后就是可能挤不进去这样。没有，你也很优秀，你是老，就是你是短影片的先驱，哎，你是大前辈，可以算是这里所有人里面。怎么可以让大前辈入围？你们，哎，工作人员，这个工作人员有点眼熟哎。你不是昨天才从？冲绳回来，哎，你怎么知道？我在 follow 你啊，我想说，我都超拼哎，我本来以为你今天不会来，因为我知道你得奖，我问哪一次，他知道我得奖，他知道他得奖什么？因为我就说我是工作人员，你就不相信？啊，你所以我得奖，你怎么破梗了？没有了，我没有惊喜感了，不能剪进去，没有了，你到底是假的？说假的，假的，闹他太信，我刚刚真的信了，没有，我跟你说，我是说我知道。我知道我有入围，对你有入围。我刚刚一直在想说，你到底是要说我入围，还是就是口误？你知道吓到一下。没有了，好了，有得奖了。到底知道我？我就当信了啦。那我要先去想感言，因为我完全没想感言。你还没想感言？我完全没有想。你要准备一下，你真的要好好准备一下。我没有骗你。我觉得黄娟到底是要信还是不信？
我也认同这句话，你要好好准备一下。你要好好准备一下。你要是没得奖，我就上去中那个得奖。没有，如果你、欸、如果这段剪掉。小蔡老师，你知道我今天其实第一眼看到你是看到这个，我可以打开吗？你今天很吸睛哎，你这是本来就这样吗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我可以摸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。哎、欸，是真的硬的耶。我是马戏表演者，然后所以平常都会在练习。哦，就平常就有在练核心。对对对。哇塞，再让我摸一下。好。糟糟，其实我有看过你的 TikTok， 哎、欸，你很厉害耶，就是 cosplay 的东西，觉得 cos 其实蛮辛苦的。对。所以我看到你做那些，我觉得你很厉害。你我不知道你花了多少时间这样子。每次化妆都大概基本2到3个小时，而且还有一些道具啊、武器啊以及备件的部分。你觉得你的变装跟二次元很好看？那我想问哦，你有看我推的孩子吗？你最喜欢里面的哪一个角色？短发的那一个油马加奈。那我就那我给你看一个油马加奈，我觉得那个油马加奈蛮可爱的。请问这个油马加奈可以吗？啊，好可爱！太还原了吧！周周老师，请问这个油马加奈你打几分？这个满分120，120，真的假的？觉得很还原，服啊，整个系列，然后以及动作的部分都非常还原，而且是很有活力的。那昭昭老师，我再给你看一支我入围的影片，对不起，我那遇到你我就很想问很多事情。谢谢。啊，这支我有看到，我有看到这一支推荐，真的假的？而且我现在看了还起鸡皮疙瘩了。不是太冷吗？确定吗？啊，很冷，很冷。那昭昭老师，你觉得我有机会得奖吗？我觉得一定还有机会得奖。是哦，有信心耶！ Yeah， 这个是我那个学 DJ 课那边的制作人。欢迎来到梁山乐课。耶！发票明天寄过去哦。哎呀，我朋友入围了森林奖，然后我把他的 demo 再把它做成完整的。哦。对。那什么时候可以帮我做一个 demo？ 我没有看。明天发票寄过去喽。对呀。你们在这里。要来颁奖。我又找到了，哇，这什么意思？抽烟会软，抽烟会软。对，因为我是药师，所以你是药师，所以你不软。我再摸一次。不抽烟，不抽烟。害我好紧张。你现在很紧张吗？对，害我很紧张。再摸一次。你要提告吗？重新可以告哦。告我吗？我就是对我姐，她今天穿的超好看的，什么意思？我只看到这，啊，我也有，颁奖典礼正式开始。有些公司，干爹在家，我去了。谢谢大家，我闪了。这边。啊，懂了。OK。最佳舞蹈奖入围的有。最佳舞蹈奖入围的有，第七 B 七，来了我推的 B 七露比已上线。高戏 G Idol New Dance Cover， 紧张。今天是你了，有机会，好紧张哦，怎么办？我好紧张，是你，加油，可以替你紧张，有感觉，我都替你紧张。最佳舞蹈奖得奖的是第七。逆袭的 idol 舞蹈能让你开心起来，将舞蹈表演结合角色还原与日本的御剧诚意文化，整体视觉呈现上十分用心，后面的音乐团也超级卖力，值得嘉许，恭喜逆袭。我们掌声再次恭喜逆袭。哇，这比我想象中还要重。大家好，我是第七。第一次来到这个金特奖，蛮紧张，因为其实跟大家都不是很认识，就蛮社恐的。那
那这边我就先谢谢评审的肯定，然后谢谢这里面的所有人员，就是谢谢玉仔艺的文化，然后谢谢就是陪我拍这支片的打师野兔跟舒淇，然后还有我们的摄影师大毛哥，谢谢你常常支持我，就是帮我拍很多影片，然后还有谢谢我自己，还有谢谢喜欢我的观众。那我觉得人都是一个在追求成就感的生物，就是作为一个创作者，你永远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像那个大不出来的屎一样，用力了但还是卡住，就有点痛。对，没错，痛。谢谢金克奖在我脆弱迷茫的时候给我这个奖项，给予我肯定，让我们知道其实我们自己很棒。谢谢大家。恭喜得奖者，请坐坐。哇！还好你没有去揍别人。哇！我甘愿。哎，我其实本来想说我完全不会紧张，你知道吗？结果我好开心。结果真的喊到我的时候，真的换到这个奖项的时候，我真的超抖。你看张力哭爆了。我好开心哦，因为我就是觉得他一定会中。因为他很努力，谢谢，真的很谢谢。哦，我有点说不出什么话来，你知道吗？我连感谢词都是刚刚想的，然后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到底在讲什么。刚刚那个大便的部分，我实在是觉得很厉害。哈，真的吗？我怕大家觉得很下流哎。没有，我觉得大便的频率太掉了。真的。我不知道我现在该说什么，但是我真的觉得有被肯定到。然后你真的拿到那个奖杯的时候，就是你真的发现奖杯是有重量的，你就会瞬间发现自己其实是有重量的，就是你是很有价值的，你是很有价值的人，你真的，你很棒。嗯。而且刚刚瞬间就是旁边人就突然就说就是你就是你，然后那时候我超紧张的，我本来没有那么紧张，大家都说就是你的时候，我就什么什么什么。谢谢大家，真的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你现在有最想要跟谁分享吗？你要打给他，你要打给谁？你要打给谁？你要打给谁？现在会想打给谁？刚刚说你打给，我现在想先自己冷静一下。我会想先打给谁？我会想先发现实动态。你现在，我可能拿到奖杯，我会这样子先发个现实动态，说谢谢大家这样。不要哭，拿奖是好事，哭什么哭？真的拿到奖的时候是感觉不一样的，他太辛苦了，哭哭哭哭，而且是你们两个，我就觉得我很怕是不认识的超尬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感觉，我看到有戏，第七，对你拿奖，不然我都要上去打人，不敢，他是要打评审的，打评审才对，恭喜。真的很远呢、欸，谢谢毛哥， yes. 这支片是你拍的 ，Yes， 与有荣焉，恭喜恭喜，谢谢，太棒了太棒了，健康，多喝几杯，多喝几杯，多喝几杯，喝起来什么银控，管他去死， yeah. 管他去死，什么银控， yeah. 太好了太好了 ，OK， 恭喜优美，恭喜恭喜。准备吗？你又不相信我？欸、为什么你到底知道？为什么？我说我，那个人你就不相信？我真的很傻眼，我都讲出来了。我就想说你是在讲干、欸。幸好有准备，对，幸好真的幸好有准备。我刚刚坐在那里一直在想说我要讲。我让还有点准备好的画面了，就是要拍你。啊，恭喜啊，恭喜，赞！谢谢，谢谢。为你开心。马上开箱！哇！哇！哎、欸，有中哎、欸！他可以控死人吧？哦，好中啊、哦！真假的？哇！有没有看到最佳舞蹈奖第七？第七是第七，真的是蛮中的，然后感觉有点不真实。说呢？总而言之，我觉得得奖这件事情真的
会当下脑袋空白，为什么大家都带手机上去，我觉得不是没有道理的。还好杰恩说溜嘴，害我想说我是要准备一下，然后真的是很谢谢大家的肯定。其实我短影片也有一点停滞久了，其实很多我列了很多想跳的舞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自信心没了，遇到瓶颈了，就跟那条石一样卡住了。我突然觉得我好像拍不了跳舞了，但是我觉得这好像是我的救命稻草，我觉得我好像又有点信心可以跳舞了。我这个人可能比较没自信一点，那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坑。光入围我就觉得很棒了，那能得奖我真的觉得我好像真的是不差。嗯，在这边也要谢谢大家，就是观看我的影片，就是有你们才堆叠得出这个我得奖的我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那我会努力的继续跳舞，大家应该也知道我频道其实本来是跳舞出来的，但是碍于版权等等的，现在有短影片这个不受版权控制的，我觉得这是不管是音乐类型跳舞类型的一个很好的出口，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。然后我得奖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好啦，以上呢就是今天影片啦，如果喜欢我影片这样的按赞订阅加分享，别忘记最后 Instagram 还按赞连出来，我是地奇，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哦，加油。